我是你们的陈海伦。谢谢大家的掌声。第一次以这种特殊的业务交流会来到我们的水上啊，业务第一次，我也很紧张，很激动啊。说到了荷兰郑州洪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我们业务人应该站出来，我们不能缺席，大家说是不是？对。我作为一个业务的推广者，推广了我们的业务，但同时我们一定要具备爱心，大家同不同意？同意。洪水无情，咱们业务人有情，加油，站住！感谢，感谢有你，帮我一起用热情把握好每个花语。昨天晚上在晚上11:12的时候，我们还跟海伦老师来到我们旁边，他跟我说：“主持人，明天啊，我们能不能参加一个环节？”真的，他们就是昨天晚上看到河南郑州的一个灾情之后，打自心底里面发自内心的想要给我们祖国另外一天捐献一份爱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业务人。我觉得业务事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好，真的离不开我们带头人。有时候真的是善良的人，他聚集在一起，他就变成了一群善良的人。在这里，我觉得业务男孩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所有正能量的事情，我们业务界绝对不会缺席，对不对？”在这里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业务男孩以及我们的海伦老师，好不好？在这里我们也非常透明的，我们所有的款项由我们主办方白水洋和我们白水洋的团队来收集这个捐资款，我们统一交到咱们灾区啊，也希望所有人监督我们，感谢你们。